接到通知说呢，要为今天的活动然后写一句话，觉得我心中的勇气是什么。那我其实觉得勇气就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当我们无法呼吸的时候，可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勇气，就是我要活下去。对，所以为我们的人生鼓舞吧。这首歌是我最近的新作品，然后我希望各位可以摆动你翘臀，好吗？然后这样子可能有点酸，好，摆动一下你的翘臀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《Dance》。